学志，平时都保持攻击的姿势。当有人走过去或是叶子过去的时候，他就会开始马上跑到这是叶子，所以他可能觉得不是食物，准备要移动了。不是食物，不是食物，它不会爬上去的。如果是食物的话，它就会爬上去了。等一下，它就会开始往上爬。爬的速度超级快，非常快！哇哦！哇哦！哇，手推开的，哎，东西掉了，哇，有没有抓到这次？他又要重新再来了。